大家好，我是江苏群昌的金凯。今天我为大家演示的是蔬菜类的热收缩包装。我们将采用我身后的这台 L 型的热收缩包装机，我们所采用的膜材是 POF 的热收缩膜材。下面将由我和我的同事为大家演示，大家请跟我来。我们封切机所设定的温度是225度。收缩炉所设定的温度是150度。产品在热收缩的过程当中，它只是对产品表面的膜材一个瞬间加温，对产品的内部不会有任何温度变化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收缩效果。收缩完以后，它里面不会有雾气，也不会有水蒸气的现象。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经过高温收缩以后，蔬菜一样新鲜。谢谢大家。